医生，经伤情况点样？佢冇乜大碍啫，好在佢伤唔到颈部嘅大动物，而且伤口又唔系咁深，休息一阵应该可以出院噶啦。不过佢情绪有啲波动，而且仲有啲惊，又唔肯出院，可能佢要留院观察多一阵啊。咁我哋可唔可以帮佢留口供噶？可以嘅。咁唔该晒你。唔该晒。头先医生话你情绪几波动下嘅，仲有少少惊添，到底你惊乜嘢？ 有我哋警方喺度保护你，你唔使惊。你唔敢自己翻屋企，系咪惊嗰个人再嚟揾你啊？？Tracy， 佢癫嘅，就系戒亲你嗰个啊！佢系你女朋友嚟噶。佢唔系我女朋友，从来都唔系。我哋爷爷识，我同佢瞓过一晚，一晚啫。你点样先至可以联络到佢啊？ 我冇佢电话，唔知佢住边度，系佢成日打电话嚟 check 住我，成日搵我，系佢搵我噶咋，系佢成日咁样做噶咋。你为咩事嗌交啊？佢当正我系佢男朋友，成日烦住我，管住我，唔知点解每一次我一谂起佢，我好大压力。 所以我又去召妓，俾佢知道咗，上嚟我屋企大吵大闹。佢话我唔专一，点解识咗佢之后仲要去滚？我话俾佢知，我哋只系朋友嚟噶咋，但系佢都唔听。后来管理员上嚟叫我哋唔好咁嘈。唔好意思，丁先生，有人投诉话你单位里边好嘈。唔好意思，我朋友讲嘢大声咗。朋友？之后佢仲癫。 佢话我冇良心，净系当佢系朋友，连女朋友都唔敢讲出口。之后佢系咁打我，系咁掟嘢，我想制止佢，点知俾佢攞到把手术刀，癫咗咁冲埋嚟我度，我同佢纠缠一阵之后，佢就割伤咗我。佢癫嘅，佢癫嘅。 目前睇到系咁多，凶手系个女人，戴太阳眼镜，阔边帽，着干湿褛，凶器就系把手术刀，个样完全睇唔清楚。我哋搜过晒现场，冇咩发现。鉴证嗰边话现场亦都冇留低啲咩指纹，所以我认为凶手犯案嗰时系非常小心。凶手同丁远路所提及嘅女人 Tracy 系极之相似，连打扮都一样。最重要嘅系，当死者出事之后。 我喺丁远屋企楼下，几乎撞到女人，佢好似 Tracy， 即系我当时冇咩遗疑。计翻嗰个时间 ，Tracy 喺杀完人之后就去揾丁远豪算账。当日我同靓爸去查嘅时候，喺楼下听到管理员讲，话丁远豪当日喺屋企度曾经同一个人嗌交，于是我哋上去睇下，结果发现佢出咗事。时间仲非常吻合噶，如果我同 Stone Sir 可以早一步，话唔定就捉到 Tracy 噶啦。快闪啊！ 你问到啲咩？我问过丁远屋企楼下个管理员，佢都系同我讲话见过阿丁远豪喺个电话度同个女仔闹交，闹得好犀利咁。嗰日阿丁医生好嬲咁讲：，你呢个女人好烦啊！你以后都唔好再缠住我。我都系啊，我去过丁远豪嗰间诊所问过个护士，佢都话听过丁远豪喺个电话度同个女仔闹交。听到丁医生讲话咩？边有两口似你咁贱噶？唔好烦住我之类嘅嘢。 啊，系啊！我仲见过丁医生咧买嗰啲化妆品噶，佢话系帮女朋友买噶。睇嚟呢个喺电话同丁远豪闹交嘅女人，就系丁远豪口中嘅 Trace。 我都系咁谂。丁远豪话 Trace 嘅性格容易妒忌同埋黐身，但系偏偏呢个丁远豪中意出去玩，风流成性，搞到 Trace 妒火中烧。但系佢唔舍得杀丁远豪，就唯有杀啲妓女嚟出气。总之丁远豪帮衬边个 ，Trace 就杀边个。睇嚟呢个 Trace 咧，佢已经失控。 今次连丁远豪都佢都伤害埋，系咧，佢出咗院未啊？出咗噶啦，本来佢唔想出嘅，因为佢惊阿 Tracy 再嚟揾佢，但系医生 check 过佢嘅身体冇事，所以佢唔想出院都唔得。佢依家喺屋企啊，仲惨过坐监啊，因为佢连门口都唔敢出。所以话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嗱，跟住落嚟，我哋24小时轮流及实丁远豪，睇下 Tracy 几时出现。
另外揾人起下 Tracy 個底，發佢拼圖出去，希望我盡快可以揾到 Tracy。Yes sir。有冇見過呢個女仔啊？成日嚟玩嘅喎。我好傻好面喎，嗰個叫阿 Tracy 啊，我成日都咁打扮嘅。係 Tracy， 你熟唔熟佢啊？我梗係唔熟佢啦，佢好耐冇嚟過啦。以前一段時間成日嚟嘅，成日唔出聲坐埋一邊，好酷噶。我就係知道叫咩名字，其他我真係唔知啦。啊！我記得佢好似同個醫生一齊咗之後咧就消失咗，冇嚟過啦。哦，就係咁多日。Hello， 你已經好靚噶啦喎，仲使唔使化到咁行啊？咁女人要24小時 keep 住個 perfect 靚樣噶嘛？如果唔係，都冇咁多男仔追啦。咦？有新男朋友啊？Well， 都唔算係新男朋友嘅。總之呢個就好 special 啦。又高質素又有 taste， 最緊要咧係佢氹得我好開心噶。自巴閉你啦！喂，你一陣仲要同阿卡神接更監視阿丁遠豪嘅喎，有排都未收工啦。你而家咁早又化到咁靚，到時咪賺傭。唉，咁我都係因為要同卡神開工，我先會扮得咁靚啫嘛。如果係老柴，鬼理佢啊！呢條頸鏈靚唔靚啊？是他送给我的，他说有 special meaning 的。喂，你小心点啊，我落亲啊。冇事啊。你好像不太精神一样，我刚才见你在 office 都神不守舍一样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不如看医生吧。不用啊。其实呢？其实什么？其实你几时开始同？我几时开始同乜嘢？算啦，冇嘢。你咪真系冇嘢噶？你讲嘢一嚿嚿咁，不如你请几粒钟去睇医生。都话冇嘢咯。我可能呢排查 case 投入得滞出咁。做警察咧，尽责系应该嘅，但有阵时你太投入嘅话，好容易将啲私人感情都投放埋去。譬如好似 Tracy 呢单 case 咁样。以一個女性嘅角度，好容易覺得佢係非常之可憐咁樣，但我覺得唔係，基本上佢係自己攞嚟，根本一啲都唔係可憐。點解啊？你覺得 Tracy 好衰咩？我唔係覺得佢衰啊，咁你一男一女喺埋一齊係你情我願嘅事嚟噶嘛，人哋又冇話中意佢，佢自己又中意唞埋佢，仲要搞咁多事情。你呢啲男人梗係幫翻男人噶啦，我覺得 Tracy 係受害者喎。喂，你唔中意人，你又要搞人，你搞人又要唔要人嚇？你仲要大條道理覺得自己啱曬，話個女人黐埋嚟喎。喂，對住呢啲衰男人啊，啲女人梗係癲噶啦！你仲話 Tracy 有問題？我都係講下啫 ，relax。會咩 ？relax 扮曬嘢，話自己有幾中意一個人，之後又去追另外一個人，覺得自己有幾專一。其實根本你就同丁英豪一樣，一樣都係咁花心。呢條鏈咧，我俾翻你，以後冇瓜葛。喂，sorry。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法政先锋六：幸存者的救赎》，而家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睇啦！每日紧贴香港更新，快啲 download 呢个免费蓝色 app， 随时地煲新剧啦！